我又来到我的出租房这里了。我出租房已经卖了，pending 了，可能是下个礼拜就办过户手续了。休斯顿的房子其实是卖得挺快的。为什么我要卖啊？就因为这个房子真的太旧了，如果继续租下去的话，会有很多的问题。房顶要换啊，空调也旧了。今天来了就是那个上面的空调，就买家第三方他上去看了空调，就上面那个空调的盘子有积水，叫我约了师傅，约师傅来看一看，所以我就来。跟师傅约了，现在4点钟来看看。这个区域的房子都是越南人或者是老墨买的多。我这个买家是老墨，然后呢，他有钱，但是他银行贷不了款，所以呢，他本来想我做那个贷款给他，就我私人贷款给他，但是我不想这么做，所以他要中介又另外找了一个专门做这些的私人贷款的公司，就是他跟我买房子就直接那个价钱就卖给老莫，然后我就便宜一点给他，他就赚那些钱，还有那个利息，他就起码他。6.5的利息给那个老莫。我的房子就是卖得这么快，也是价钱便宜，因为我不想再就是修其他的东西吧，update，所以便宜点卖了。那后院其实还好吧，这个房子。它里面都是，你看地面都是全部瓷砖，地板瓷砖，很好的。只是那个屋顶有点，那房顶啊就是，要换，现在还行，过几年要换。空调师傅过来，等一下要上去这个房顶上面。空调是在上面的，一般空调热水器也在上面，但这个房子热水器不在上面，只有空调。要爬楼梯上去。现在天气很热，上面一定很热很热的。来了，他是中国人。就很多中国人做装修啊、空调啊之类的。它那个水通了，对吗？你就我还想发这个图给你，糯米都发了给你。不是糯米，谁发给你？那个还买房子的，哦，你也认哦，OK，OK。他发给我的，Okay. 还不是。我上去，我那天上去看了一下，没有什么水啊。没有什么水，那上面是不能有水，不是没有什么水。哦，不能有水，换空调正常呀。我说他没让你换空调，为什么要换空调因呢？为空调这么旧了，它还能用啊？还能用，干嘛要换呢？况且我卖这个房子是很便宜，哎呦。那时候所以他也没要求你是，那你为什么不换了卖贵一些？哎呦，不想啊！不是，那你亏了吧？你看房顶也要换，你说叫我换房顶又换空调，哎呦，我要卖多少钱才行这个房子？那不一样的，人家给你减房价，你是因为那个钱不是你的，你以为你要想一想，那个钱不是你的钱啊？我还不相信，那不就把房价给你减掉，那不是一样的钱？我知道，我就省得麻烦嘛。给90块钱，这个房。好的。
啊，你都知道怎么弄了哦。那我都不知道怎么弄，我跑到那边了。那不是说废话。不是我，我以为你要看过才知道怎么弄。看嘛，这些东西我们每天见的太多了。哦、OK， 在里面。你在忙多少钱卖的？在里面。都上去了，我上去看看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好。哦，这是通的，通那个管的，堵塞了太久了。对，太久了，你看了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在里面塞呀、啊？啊，我想应该他之前的租户他都不换那个 filter， 有关系吗？好热、啊、上面。就通一下它就行了。那里面根本进不去。是啊。对，现在通了。通了。还在滴水吗？你那个排水也干了，我说看着没。啊，是我前几天关掉了，把空调关了。哦，你打开它就有了。现在打开了。对啊，现在已经通了，可能在卫生间里面好了，好脏。好脏？对。它会漏下去。吹下去了。吹下去。对，这个空调要换了。还能用几年吧？不一定，租房子也不好几年，那有的就住了，有不少人家就住的不高兴，就这个就搬走了，搬走了几个月你。挣不上钱，你要做清洁，搞这些名堂，这不就多的钱就来了，真的。哇，师傅说那个脏东西吹到卫生间来了，我看不见，哪里有？整套换5000，他说，不准，整套换5000。哪里？哪里啊？违章可能是不是叠到室外去了？有些老房子它叠在外面了。为什么之前那个租客他说这个房间的冷气没有那么冷的呢？你可能管道不够啊。啊？你管道不够啊。管道不够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房间嘛是吧？啊，这个主人房。这么小个房，这个管道太小了。他其他两间房很够冷，就是这个房间不怎么冷。他说。管道不够，这个房间吧，这么大个房间，又当西晒，风量不够，当然冷，当然热。啊，就是他一个出口不够。对，一个出口不够，还有，你看嘛，西晒这么大个窗子。啊 ，OK。对，这些都是原因的。我看我今天
哎，它的设计都好奇怪哦，为什么不多设一个出口？好，我的工作完成。完成了哦。对，好吧。没有水吗？有水，有水，可以。狗手了。收现金哦，不怕啦，中国。怕什么？有些人很怕收现金，哎呀，有病毒。鱼多越好。啊？鱼多越好。怕什么？好，谢谢你啊，好 nice。你们做这些冷气的装修，都应该收到很多便宜的房子。都有。都有。烂房子变好房子了，你们都。就是买房子投资，你怎么把它卖掉干嘛？我卖掉再买呀、啊。不是，我想买一个没有那么旧的。最的啊，就是啊，中介最高兴。啊，谢谢啊。我用了半个小时。就收好了，90块钱。修空调真的很贵的。